来，我们来看这个西普尔贝哈，这个内贝这个湾呐，啊，这个羊头湾呐，这个内湾啊，这里边好漂亮，这是停船的地方哈，看见没有？好多私人游船停到那里哈，对面就是一些餐馆哈，全部是海鲜餐馆啊，有这里主要是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啊，也有中国人啊，也有犹太人。哇，你看在这贝里边好多天鹅啊，白天鹅、黑天鹅，这个桥通那边哈，这个桥啊，来看看它周围环境，这两边可以钓鱼啊，你好多人在这钓鱼啊。哇，一群一群的天鹅，看到没有？这边走一走，看一看哈。这边环境很好，看，这两边都是休息的地方，大多是俄罗斯人，你看都是俄罗斯人，他们喜欢住的这里。看，旁边全是讲俄语的。河畔的美丽风光，这就是秀布罗瓦木，啊，这个秀。哦，这里是 O 型 Avenue，看见没有？O 型 Avenue 和那个 Shore Boulevard 啊，交界的地方。哇，看好多这个私人游船啊，私人游船码头停到这里啊，看见没有？来，我们看看这周围环境哈。这周围环境很好的，很好的居住环境哈。你看这房子啊，这旁边都是犹太人的嘛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叫David 的，这个犹太人的哈，学校和那个圣纳多给这个一起的。这边好多犹太，那个俄罗斯来的犹太人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环境哈，很好的环境，very good。羊头湾，然后那边直接过去的话，也是从柯里埃登海滩哈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环境。哇，你看，再看，这就到了他们停船的这个湾了哈。这个是个内湾哈，这个是内湾，羊头湾哈，是内湾，就是 Coney Island 哈，这个海岛的内湾啊。这里可以停船哈，也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，停船、乘船，
哎，都在这里，然后居住，很好的环境啊，羊头湾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看看啊，哇，挺好的船啊，都是私人游船啊，游船出海哈。哇，你看这房子好高级哦，全是百万啊，看没有？这是 Showbro 吧？全是高级公寓，看没有？高级的，很好的房子，看没有？Mansion，百万豪宅，看没有？哎，因为这都是有俄罗斯的犹太人，就是很好的区，也是很贵的区啊，高级公寓，房子很贵的，全是百万的。百万、千万的房子哈，在这里，来看看这周围环境。很好的风景哈，so beautiful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在这环境的话，真的是非常好，哎。这附近的话，经常可以出来。你看，这里可以骑车、散步、跑步，哎，同时也可以坐在这儿休息、休闲。旁边全是凳子，非常好的区。啊，这又是个豪宅，这又是个豪宅，看没有？百万豪宅，百万豪宅 Mansion 啊，好漂亮。那边就是那个出海口了哈，看没有？那个湾啊，你有船的可以从那里出海啊，航海，哎，到那个大西洋啊。然后对面你看都是这个 apartment 啊，旅馆啊，还餐馆啊这些哈、啊。然后正对面就是停游船的，可以在这乘船出海哈、啊。那个游船游艇，出海游船停靠处哈、啊，羊头湾的 bay 最正对面是 pier 啊，羊头湾的 pier。Shepherd Bay Pier 啊，正对面是。看看这周围环境。来看哈，你看那个游船啊，出海了，好多人坐到船上啊，就带他们出海去航行的，你看没有？就从羊头湾这里啊，它白天有，晚上也有，哎，它有夜船，可以出海航行，也可以出海去打鱼哈，你看没有？那个船出海了，它这里是一个 pier 哈，然后这还有好多私人船，私人游船，私人游船也是从这里出海的哈，看没有？前面那个，看没有？这正对面这个就是羊头湾的那个码头啊，停靠船的码头啊。你看它又停到那里，有晚上出去的，它有早晚的哈。如果你跟他出海的话，我看他那个价钱好像是60多块钱，一个人，60多块钱一个人，一张船票啊，有白天的，有晚上的，
你可以跟他出海去玩，也可以跟他出海去钓鱼啊。所以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，看看。小船，自然有小船的，他们可以，也可以出海去游嘛。看，自己在打理自己的船呢、啊。再看看这环境哈，这全是豪宅，嗯，豪宅和 mansion 啊，啊，前面全部讲到罗伊旁边的人了，好漂亮，羊头湾，嗯，羊头湾就西普尔贝哈。很好的居住环境，哇，这好多人在钓鱼啊。来，我们看这旁边的房子，有没有？全是豪宅，嗯。全是豪宅啊，很好的房子。哇，好多人在钓鱼啊。哇，很好的环境啊，好漂亮。羊头湾 Sheep Herd Bay 啊 Very good， 好漂亮，好多私人游船。